来看看顶级折磨，一只苦力怕就足以炸翻一头牛。而为了拆除小羊仔的违章建筑，我用刷怪盒养了整整20只苦力怕，然后设计了一个丧心病狂的苦力怕喷泉。只要拉下拉杆，苦力怕就会被豹猫吓得头皮发麻，排队逃进发射井，直接从地下喷到小羊仔家里。更离谱的是，另一个机关还会把他家的门给堵住，完全没有逃生的可能。然而最大的问题是，怎么在他家藏一个喷泉口啊？于是我去他家参观了一下，嘿，您猜怎么着？他这儿有口浴缸。于是我连夜动工，现在只要等他回家就行了。我家刚才突然被苦力怕炸了啊，这是为啥呀？还能为啥？这游戏又出 bug 了呀。